志邦应该是我这个讲过真的很多次的一个股票了。那我认为志邦在这边来讲话，能够这个回到月线，而且是连红的方式，我认为它还是有挑战前高的一个空间的。所以志邦，我们从这个200多块一路介绍到现在，我认为这边还是有机会在网通股啦、网通加 AI 的这个方面啊，基本上还是有这个买盘跟它的这个基本面的成长啦。所以我认为还是有机会来挑战这个前高500块以上的位置啊。大局大利多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！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，是不是？玉凯老师唱歌，然后歌神神，刘星宇买这套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，股价二月一周创高，闪现爆，开始抢答。疯狂故事福利社，哇，哇，你这嘴巴好厉害哦 ！OK。想要更好的生活，该如何财富自由？谁能快点告诉我？原地踏步又让机会错过，怎么打呼？感觉好像盯着我。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，培养纪律，掌握趋势脉动。Oh, I know， 看多看多看空，春夏秋冬都有人陪在你左右。买就喷，买就跳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故事福利社，提前告诉你。最最高，杀最低，谁又该调整坏毛病？疯狂故事福利社，买财富 free free free。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。